开始进来这个家，我最先用的就是冷气。那这一次我买了两台的分离式冷气，一台是 K50，啊，总共有 5K 瓦，然后一台是 K28，啊，是 2.8 K 瓦，装在主卧，啊，一个装在客厅。那这是我第一次装分离式冷气。老实讲，我觉得分离式冷气比起窗型真的是复杂蛮多的，那个功法是感觉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。冷气对一个家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。然后这家的电器行老板就是本身自己也是师傅，然后他也有现场来查看过，跟我说明，就是说，哦，你装的位置，然后不会影响到你装窗帘，还有什么样的位置，跟我适合的 K 瓦数，就是他会比较多反馈给我。那这间是在我家附近的金泰电器，那其实严格上来讲的话，从我以前我居住的地方，他就算是邻居。我以前住的家就是用国际牌冷气，所以当然这一次我也是选择国际牌冷气，只是我是第一次装分离式冷气。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了，客厅跟主卧的室外机也已经装完了。那下午的话，其实只剩下主卧的室内机还没装好而已。那客厅的室内机也是已经装完了。